等一下，你们看这里。当时我在一搜的时候，这个桶是结冰的，这现在回升了，现在它就开始流水了。当时就等于羽化了。零下十，打开。血水。红的。哇，是血。我觉得上面会有一个尸体，我们上去看一眼。上面应该在上面。小心啊，小心点，小心点。上面有个尸体，不要被吓到哦。小心啊！有吗？衣服。